你醒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咋？是不是看上哪个帅哥了？说什么？帅哥小伙算什么呀？人家现在看上的可是当下最流行的大叔。什么大叔啊？还有谁呢？就是那个拿错你手机，后来出车祸晕倒那位。现在高兴吗？刘兰，你什么时候评论跟周咪咪一样喜欢老男人了？讨厌。哎呀，大叔可帅了！如果这位护士长能让我去给他做特护，就好了。孟小夏啊，哦，站住！特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人，就是昨天晚上出车祸那个，现在刚刚醒过来，你赶快换衣服，这两天负责那边的工作。老大，上个月我已经做了一个月的特护了，要不然这个月你让刘媛去。站好，安排你到特护病房，是为了锻炼你。要不是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，你以为我会对你这样照顾？欢迎，工作。知道了，报废就报废了吧。你去了保险公司了，行了，这些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办就行了。陈明，你通知一下那个财务部，把那个丁曼的股份呢结算一下，换成现金直接打到卡上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你办就办，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听着，爸，你帮我垫了多少钱？我是说，我让公司的人呢直接打你卡上去。你还有没有电话要打呀？你说你这是命重要，还是电话重要？你好不容易玩了命的醒过来了，就开始没完没了打电话，有这么多电话可打吗？你爸爸站这儿就跟个空气站这儿一样，是不是？爸，你看我都这样了，别吵了，吵得我头疼。我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干嘛要来啊？你要撞死了我来不来看你啊？又没事儿了，是人讲的话吗？我不没死吗？那要撞死了呢？我来不来啊？这么说话的，我问你，刚才电话里面你说让人把那丁曼的股份清算是什么意思？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，他还是股东。这算回答吗？我问你，为什么单单清算丁曼的？离婚了，你们离婚了？你怎么会跟人家离婚呢？是他想离婚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什么他想离婚呢？就是你想离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离婚呢？你不想想看，人对你多好，多好的一个女人呢？你忘了当初了？当初在美国怎么回事？她是放弃了她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，离开人家爸爸妈妈，陪着你回国创业。你今天咸鱼翻身了，啊，你成功人士了。你就开始嫌弃人家了？你糟糠之妻不下堂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说离就离？你有这个良心吗？你不可以这样做事情的。我不相信他会离。一个女人一生气跟你说离婚，那是什么情绪？这个关键时刻你自个儿要检讨。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家怎么说离就离？说离就离怎么行呢？那你当初和我妈离婚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我跟你妈离婚，跟这个事情有关系吗？你跟我提这个干什么？你跟我提这个干什么？我今天离婚关你什么事？你就是不负责。你凭什么说我不负责？你就是不负责。你哪点看出来我不负责了？你就是没有负男人的责。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说这两个字的人是你。混账！我就是混账。我告诉你爸，我就是个彻底的混蛋。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不要孩子？我就不想学你，知道吗？我不想一个男人在自己没有准备好之后去要一个孩子，去生一个孩子。我不想我的孩子变得像我一样有人生没人养，就这么简单，爸爸。你说这话，你说这话就是拿把刀要往我心里头扎呀。怎么说话呢？有你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？谁呀、啊，在这大叫大嚷的？万天野先生，我就是孟小夏。就你拿错我手机的那个？明明是你拿错我的手机，好吗？你说你这个人年纪也不小了，你爸爸昨晚上一夜没睡守着你，对你多好啊！你不心疼他就算了，还对他那么凶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别走呀，爷爷！你这个人简直就是混蛋！我要知道你这样，我真不该打电话让你爸过来。你凭什么管我事儿？我出去！我是你特护。我不要特护，我让你出去。正好，我还不想伺候你呢。谁把我们家小夏气成这样了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有的人呀，想要找有钱的都找不着，有的人还嫌送上门来的太有钱。哎呦，我还是去照顾我的小正太吧。什么小正太？就是那个跟大叔一块进来的，他刚醒。医生说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，留院观察几天就好了。你的父子呢？孩子没问题，在另外的病房。刚才护士说已经醒过来了，不过身体比较虚弱，现在又睡着了。孩子的父亲没救过来。什么叫没救过来？死了。你马上去跟我的律师呢咨询一下，看看善后的工作该怎么解决。不管怎么说，事儿是出在咱们车上的，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责任的。如果孩子需要医药费，咱们公司先垫上。桂娟，天野妈来看你了。我又跟孩子吵架了，说什么都没用，怎么老是吵架？他还出了个车祸，吓死我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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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身体没有大碍。孩子离婚了，这么好的一对夫妻，他怎么就离婚了？怪我吧？多少年来积压在心里头的不满跟怨，都他妈的倒给我了。原来我儿子对我这么多怨，都他妈倒给我这个做爸爸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，鬼觉呢？哎。
我对不起他吗？从小跟他在一块儿的时间太少了。想生孩子，生个孩子怕什么呢？你没准备好当爸爸，天下人谁准备好了？那不就是边当边学吗？桂娟，天爷怎么不越来越像我了？为什么我们两个都犯了当初的错？我当初对你也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离婚难道也有基因的遗传吗？呵护源于爱，情到爱还是要。你怎么下床了？你伤还没好呢，快回来躺着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我只是在做我分内的工作。来，把药吃了。现在回去了。有件事情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有话快说，不用假惺惺的。我的工作就是把你照顾好，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。昨天跟我一起进来那个小孩，他在哪个病房？我想去看看他。您自己亲爸爸都能赶走的人，现在开始关心起别人的孩子来，这是两码事，好吗？这在我看来是一码事儿。你真想去看他？啊。那走吧。那什么，既然你都下来了，就不用我扶你了吧？不用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他已经知道父亲去世了。你们跟他说了？太残忍了。您不要误会，我们没有告诉他。这孩子真是太聪明了，我们一进去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那孩子情绪怎么样？不说话也不哭。我们的同事通过他父亲生前所在的单位查到了孩子所就读的学校，已经和校方联系上了。孩子的全名叫苏思琪，小名毛毛。毛毛，姐姐告诉你，你不说话可不行啊！这孩子就是不说话，太奇怪了。孩子，你认识叔叔吗？你能抬起头，看看叔叔？发了个短信，我读给你听啊。亲爱的毛毛，以前爸爸跟你玩过很多次很多次躲猫猫，每次都被你找到了。这一次啊，爸爸决定要躲很久很久。等你吃十次生日蛋糕的时候呢，爸爸就出现了。骗人！怎么骗你了？我不是三岁小孩，我六岁了，我爸爸就是死了。思琪，你是？我是苏思琪的班主任，我姓陆，您是？啊，他们父子是在我车上出的事。我可以和孩子单独谈谈吗？
你没看我忙着呢吗？你干嘛呢？哎呀，哎，你在干嘛？出事儿了。出事儿了？出啥事儿？我大哥出车祸了。哪个大哥？我胖三还有几个大哥呀？万天野啊。啊？哎，严重不？电话里说没啥事儿。哎，要不咱俩一会儿去看看他吧。哎呀，三儿，医院我就不去了。你知道我最怕去医院的。这是医院看病号，又不是到太平间看死人，你怕啥呢？咋了？越怕听越说。再说了，是你大哥又不是我大哥。这叫啥话呀？你对我吼是吧？那店不得看吗？我哪给你吼了？那行，那你看店吧，我去看大哥。这万天野还真是流年不利呀，才离婚又撞车。老师，孩子情绪怎么样？这孩子真的是太可怜了，他本来就是单亲家庭，现在又没了父亲，这以后该怎么办呢？这警察不是说正在找他亲生母亲吗？如果真能找到，那就最好了。孩子的父亲呢，是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，看得出来他很爱这个孩子。这孩子真的很懂事儿，人也聪明，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。平时呢，他还喜欢运动，性格也比较开朗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。这样吧，如果再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到楼上的特护病房找我。好的。那行，上去了。嗯。谢谢你啊，老师。现在就认识你一个人，你多陪陪他吧。嗯，好。陈明，这边的事情就先别管了，交给陈律师就行了。建达置业那边公司投了很多的钱，没人盯着可不行。行，我现在就回公司。还有。能不能跟院方商量一下，别让我穿这个衣服，每天穿着它，我觉得自己快死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沟通。你都脑震荡了，还看文件啊？记得住吗？想提问了？孩子情绪怎么样？好点了。那老师呢？走了。要不我让孩子搬你这儿住吧？为什么呀？他爸爸都没有了，一个人住在病房里，要再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？那不是有你们护士吗？那又不是特护病房，不是24小时都有人看着的。那是你们医院的问题。你这人怎么间歇性冷血啊？刚才还要去看孩子，怎么这会儿就又没同情心了呢？我怎么没同情心啊？你别忘了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他们的医药费都是我出的，知道吗？是你土豪，你有钱，可是孩子现在的状态不是你出钱就够的，好吗？他才六岁那么小，你让他怎么去面对丧父之痛啊？你跟他父亲年纪差不多吧？我让他搬到你这儿来，是想让他觉得他身边还是有个像父亲一样的人来保护他，让他有点安全感。我没有看护的孩子的经验，再说了，我也不喜欢孩子。不是吧？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没有孩子？没有，没有孩子。时间到了，给我。那天给我打电话说去机场，问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的那个人，他是你老婆吧？你又想问什么呀？你们俩吵架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他要离开你。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我给你还原还原真相啊！据我分析啊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没孩子。你跟你老婆肯定有些感情问题，
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事儿。你那天去夜店喝得那么醉，去之前你是不是跟你老婆吵架了？所以你才到夜店发泄的，然后遇上了那倒霉蛋，然后我们俩还拿错电话了。第二天呢，你老婆要走，在去机场的时候呢，准备给你打最后一次电话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结果碰巧我接着了，完了，这个误会彻底的让你们俩的感情破裂了。然后呢，你开着车去机场，没有拦住你老婆，一个人又回来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恰好这个时候碰到了毛毛跟他爸爸。在你内心很孤独、无助、空白的时候，你让他俩上了你的车，就这么寸了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车祸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也知道一个人很孤单很无助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就能将心比心去同情一个只有六岁大小孩子内心的孤独呢？哎哎哎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在这儿。这里有病人，病人需要照顾。你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呀？我会被扣分的，会被扣工资的。你现在马上给我出去！你以为我想在这儿呢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走，以后我还懒得管你了呢。哼！哥，四儿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，哥？没被撞死，被那小丫头给气死。老大，那特护病房你换别人去吧，反正我是不去了。你怎么了？气呼呼的？那人一点人性都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让他在病房里加个床，让小孩跟他一起住，他死活都不肯，那态度简直恶劣到了极点。他跟那个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同意当然可以理解了，最基本的同情心是应该有的吧。再怎么说，那孩子的爸也是在他车上没的。孟小夏，这些事儿可不归我们医院管啊，你少给我掺和啊。反正我不想再看到他了。要不然你让我跟周咪咪换一下，我去照顾那个小孩。行。你去跟周咪咪说，她只要同意，我没意见。那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联想到自己了吧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有一个妈妈，她连她妈妈是谁都不知道。行了，赶紧去吧。这些事儿啊，真是越想越头疼。你知道，能用钱解决的事儿，在你哥这都不叫事儿。就算是保险公司不全额赔付，我出于人道，也能帮孩子做点什么。现在最棘手的是，孩子亲妈找不着，他今后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送孤儿院呗。哥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别多操那么多心了。怎么说没关系呢？毕竟是在我车上发生的事儿。咪咪，咪咪，嘘，亲爱的，我先不跟你聊了啊，拜拜。真搞不懂，一天到晚哪那么多电话呀？赚那点工资全交电话费了吧？干嘛呀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去特护病房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不喜欢大叔吗？给你创造机会呀、啊！大叔归我，小正太归你。嗯，可以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吧 ，OK。哥，丁曼都没给你来个电话？没有。那微信也没发一个？也没有。要不？你往美国给他打个电话，你要说你出事儿了，他准保立马得飞回来。他以为我在给他编故事呢。人丁曼就不是那种人，人家不会这么想的。安姨，毛毛在这没有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孩子不见了呀。那孩子不见是你们医院的事儿，你都没看护啊？哎，那都找吧。你别说啊，他们医院的小护士一个一个长得都不错。你小心，你们家叔爷收拾你！你说啥呢，哥？你这
走吧，找孩子去。小夏，查着了没？非得去太平间吗？小孩那么小，他怎么会找太平间呢？孩子找他爸，不来这儿能去哪儿呀？哎哥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行，你等吧。听我说，如果你这样胡闹下去，他会难过的。你看那边云，看见那边云没有？我相信你爸爸身体可能在医院里，可他的灵魂一定在天上。他这时候一定在看见你呢。如果你胡闹下去，他会难过的。你爸爸从前没有跟你说过，男子汉一定要坚强吗？其实叔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没有爸爸。难道他死了吗？其实比死更难过，但叔叔没哭。所以说，我也希望你作为一个小男子汉也应该坚强。妈妈，你这个人找的孩子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这医院我上上下下找了好几遍。问你话呢，你不是不想见到我吗？毛毛，我带你回病房，不跟这种神经病在一起。哥，这小护士挺冲的啊。小丫头片子毛病。喂，老婆，这几天我不回去了啊。我陪咱哥，哎呀，都老夫老妻了，我不回去你还睡不着了，乖，哎，亲一个啊，哎，对对对，你把家里门看好啊，门窗都关好，别让外人进来了。
就这么着，我忙着呢啊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别陪我了。那哪行啊，我都跟他说好了。没事，我想自己待待。去吧。那我走吧，哥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快吃吧啊，再不吃冰淇淋该化了。看什么呢？爸爸。看见了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你爸爸会看见你的。什么是灵魂？放在医院里的是爸爸的身体，他的灵魂上天了。灵魂就是一种生物机能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只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，他在身体里面，只有等身体受到迫害的时候，比如说生病或者发生意外。什么是意外？意外就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迫发生的事情。你爸爸就是发生了意外。我请看叔叔的，我孩子被我爸爸，后来他说是出了意外，不是他害死的，对吗？对，叔叔说的没错。那天是因为你生病了，外面又下着大雨，才让你们上了他的车，结果发生车祸。车祸就是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迫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叔叔不是有幸害死你爸爸的，你不应该恨叔叔，知道吗？那为什么我看不见爸爸，我爸爸就能看得见我呢？因为你爸爸的灵魂飞到了天上，躲在云的后面，你看你离云那么远，你肯定看不见他，但他能看见你。那他会一直看着我吗？当然，你是他的孩子呀。无论你在任何的地方，你爸爸都会保佑你的。什么是保佑？保佑就是保护。爸爸，等我长大以后也会保佑你的。王天野，谁让你换衣服的？你知不知道你换衣服，我们会不会扣工资？不就钱吗？扣多少？我给你双倍。你去哪儿啊？孩子亲妈来了，警察让我过去一趟，还跟我说千万别告诉孩子。为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，去了就知道了。我先过去。他人呢？他人在里面。情绪怎么样？本来他不肯来，我们好说歹说才说服他。在过来的路上一句话都不说，看不出来有什么情绪。哦，秦女士，这就是车主万先生。你好，秦女士，我叫万天野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。这种事情呢，我也不愿发生。你有任何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。万先生，我能单独和您聊聊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哎，金女士，这是什么？死亡认定书。这个我不能签。啊，金女士，是这样的，按照程序呢，死者可以火化了。既然你是苏晨唯一的家属，您签了字，我们才能处理遗体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他的什么家属。你至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啊。以前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之所以和你们来到这儿，是想和他做最后的告别。我也希望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这，
后晚上不能再到处乱跑了，知道吗？毛毛好，姐姐好。哇，孟小夏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才一会儿的功夫，你就让毛毛开口说话了。嗯，明明，你帮我把他带回房间，我下去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真的假的？嗯。好，你去吧，交给我了。毛毛跟姐姐走好不好？韦先生，你有孩子吗？没有。那正好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万先生，遇到这种天灾人祸，谁想躲都躲不过。苏晨虽然是在你的车上出事的，但是我知道您是出于好心，所以您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，我也没有理由向您提什么要求。在来的路上，警察把您的情况简单向我介绍过，我知道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，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。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，想躲都来不及躲，更别说替孩子付医药费了。所以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满足？说实话，金律师，你能怎么理解我？我真的很感激。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您能不能好人做到底，收养这个孩子？万先生，您别惊讶，我是认真的。万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我知道您不缺钱，但是多少我还是可以给您一些。你听我说，根本不是钱的问题，我是觉得你这么做太奇怪了。你跟这孩子的父亲到底发生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没有理由不要这孩子，你不要这孩子，现在甩给我，让我去收养，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？万先生，我和您到这儿就不是和您讨论什么情理的问题，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你不想要自己的孩子？你是谁？你管我是谁呢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的话全都听见了。你不要在这儿。我只有这一个要求，我希望您可以好好考虑一下，谢谢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有母亲不要自己孩子的吗？行了，别瞎跟他掺和了。我现在就把毛毛叫起来拽他，看他怎么说。听我说，别这样嘛，你弄的孩子怎么弄啊？他这么做，做自己的苦衷吧。生了孩子就得养，对母亲有什么难处？他有什么资格有难处啊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头疼。王八蛋。小夏，怎么了？太没人性了。毛毛呢？人呢？再看爸爸呀，毛毛，你想妈妈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见过妈妈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。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呢？他对警察啊什么都没说，就是个拒绝。哎，你没有告诉孩子说他亲妈的事吧？当然没有了，我怎么忍心去伤害孩子？想想这孩子比我还可怜，我也是单亲家庭长大，有妈没爹。我现在严重怀疑那首歌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怎么突然觉得，有妈的孩子也变成草了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我哪知道啊。行了，这件事情到此打住。万天爷，反正你也没孩子，要不你收养毛毛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收养毛毛？你收养毛毛，他就不是孤儿了。再说了，有这么大个儿子管你叫爹，
多好的事儿啊！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替人拿主意啊？